咏春白鹤拳的三战子午锤。三战子午锤是后面大，锤头大，锤尾小，这个锤就像老鼠尾巴一样。为什么叫做锤？这是我们延续了几百年的锤。如果是棍，就是两头都一样大，这个叫锤。这要紧靠三度。什么度呢？护手前臂叫做手度，还有腹部叫腹度，就是肚皮，还有腿叫做腿肚，这是大腿外侧前侧的肌肉，叫做锤不离三度。锤头是用来撬打，那锤尾就是有比较融合的旋转的方向来化解。刺锤的时候，食指要压在锤的前面，然后向前撒出，而且这锤的拿法是拿半月形的，不能都整个抓窝。这个是因为到了对打的时候，人家只要一削，对方的锤从你这边削下来，那你手就要变长，就要脱下，那你就容易受伤。但是在用的时候就要全握把，然后半握把，转换了运用。锤又分一丈二、十尺、九尺、六尺和齐眉的，我们这个叫做六尺锤。右手握锤于上三分之一处，锤头着地，身体自然站立，左手贴于大腿外侧，目视前方。起右脚扫锤头向左上翻，左手握锤头下三分之一处，左脚向后跌半步，右脚随即跌退半步，起右脚虚步点地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前上一步，随即左脚跟进，
垂尾由下方向上挑起，垂头紧贴锁腰际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锁腰际，目视锤尾，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右侧前方。左脚外摆，随即右脚向左上步，然后从下向上挑锤，锤头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，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，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斜前方。右脚向中门迈一步，同时锤从下向沿弧上撩，锤头仍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，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旋转，然后回拉至身体左前侧，目视右斜前方，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向右横格，目视前方，
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外摆，随即左脚上步，然后右转身90度，身体微蹲，同时锤反转一圈，锤头上挑，锤尾紧贴于右腰际，目视锤头。退左脚，还原一步，同时锤尾逆时针由右下方向右前方翻锤至中门直劈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外摆，随即左脚上步，然后右转身90度，身体微蹲，同时锤反转一圈，锤头上挑，锤尾紧贴于右腰际，
目视垂头。右转身135度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滚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滚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外摆，右脚向左大门45度进步，锤尾沿弧形向上跳起，锤尾紧贴于左腰间，目视锤尾。左脚外摆，右脚向左大门45度进步，锤尾沿弧形向上挑起，锤尾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垂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垂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左脚里扣，右脚向中门进一步，同时锤从下向上沿弧上撩，锤头仍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垂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旋转，然后回拉至身体左前侧，目视右斜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旋转，然后回拉至身体左前侧，目视右斜前方。步行不变，
两手持锤向右横格，目视前方，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向右横格，左中门右栏，目视前方。